臭，对，是怎样恶臭？又讨厌又很臭。在大街上大呼小叫啊，出口就是脏话啊之类的，就是很 low， 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觉得自己 low， 没什么品味，然后还很喜欢对别人做出评价，觉得自己很好，然后觉得自己什么，觉得别人什么都不好，喜欢追逐一些，比如说什么潮牌啊，然后其实他们穿的假货都是能看出来的，很，但是自己本身又没有什么实力，超直男系的嘛。哇，你肚子这么大，小心啊，棺材盖不上盖呀、啊！过年好发财呀、啊！喂，出来玩的开心点，你死老爸，开心点，开心点。比较皮，然后就说比较混一点嘛。可能比较拜金啊之类的，比较做作，不在乎他人想法嘛那种。大学生就不收拾啊，不倒垃圾，吃外卖不丢，背后议论嘛，议论谁谁谁长得怎么怎么样那种。Hi everyone, having a good time, are you? I love Duloc. 就这种人就活该没有女朋友。以后出门之前还是洗一下头吧。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，就去改变一下吧，就这样。逼死。老师早。啊，虽然可能说这个社会的那种负方面负能量很多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心灵的一种高的境界吧。说别人先看看自己吧，就这样。Labels are not you and labels are not me. Labels are just labels. 有的时候可以看成一种娱乐，但是如果说实在是伤别人的自尊心，还是要适可而止这些东西。这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还是会在背后要去说点别个事情，非常的不礼貌。嗯，不去理会啊，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对吧？别人有别人的生活，你有你自己生活，做好自己就行。这些不反对吧？我觉得算是可以把一类人更明显的给圈出来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